拍，没有没有没有拍哈。我技术的。哦。Hello， 大家下午好，好久不见。下午好，下午好。会不会蒙啊，朋友们？就我这边看到好像蒙的，朋友们有没有蒙？各位朋友们，下午好，下午好。会不会蒙？会不会蒙？蒙的写蒙，不蒙的写不蒙，清楚的写清楚，不清楚的写不清楚。下午好，下午好。各位朋友们，大家下午好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什么呢？分享直播，来把我这个直播分享出去。先分享放那边。朋友们，分享直播。没有蒙。没有蒙啊，大家都很清楚啊。下午好。Good afternoon, everybody。好，来，朋友们，我们需要今天做什么呢？今天主要教大家做两道菜。一个呢是婆婆渣渣，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蚵仔煎。蚵仔煎呢也是已经有很多人问很久了的啦。那我们就来做蚵仔煎吧。Crystal Dan， 思思美女，下午好。来。下午好，下午好。马哥问，今天穿的有一点不一样。对，今天穿的有一点不一样，因为今天要年轻一点，这样穿有没有很年轻？你要把你的 Iron Man 显示出来。有没有很年轻？有没有很年轻啊？有的鞋有。朋友们，今天我这样子有没有年轻？有的鞋有，还是这样子穿会更加老？啊，你们可以老实说，来这手这样。好嘞。安慰嗯，今天煮什么好吃？今天煮两道菜，第一道呢就是甜品啦，婆婆家家啦，然后第二道呢就是蚵仔煎。那今天教你们怎样做蚵仔煎，煎出来一咬下去，蚵仔爆浆 ，Oh my god， 那种感觉。那婆婆家家呢，虽然看似简单，其实里面有一样东西是不简单的，就是做薯粉糕。薯粉糕在我们这边是比较常见啦，然后我也是第一次做了，吃就吃得多了，做是真的第一次，可是原理就是这样子 ，OK， 你们可以 try 看。好，来我们先介绍婆婆家家需要准备的材料有什么。我们先讲，糖水的部分呢，我们一样一样来，我们先讲糖水的部分，来镜头。下午好，下午好。糖水呢，我们需要准备冰糖，然后斑斓叶，还有就是椰浆。那你们想要用包装的椰浆，要用罐装的，要用新鲜的，要自己挤的都 OK， 没有问题啊。然后这是糖水部分。好，料的部分，料的部分我们有砂锅、芋头、红番薯跟紫番薯，就是这样子简单啊。来，另外一个部分就是皮的部分，就是我刚才讲的薯粉糕。薯粉糕薯粉糕就是要斑斓纸。来镜头，来，你们自己 screenshot 啦，朋友们，自己 screenshot，OK？ 哎呦，等一下啊，扶不紧。
有那些今天年轻罢了。今天年轻罢了。哎，娜娜，你的东西我剩了啊，明天你会收到哎。凌晨一些，师傅下午好，喉咙好了吗？好了，你看你好，马上直播了喽。又到了欢乐的玩面粉的时光了吗？对，今天不是玩面粉哦，今天阿大是点助理讲，今天阿大不玩面粉，玩木薯粉。来，皮的部分就是这边。会松哎、欸啊，会松。我锁紧了，它还是会松。松就用手抓住。这样我不去抓到我。对，公鸡又提了。刁婚丽说：“师傅今天精神很好，你知道为什么精神好吗？因为戴了帽子，如果我帽子一拿掉，你们就觉得我很憔悴了。”脱啊！因为我的头发很长。这碗青色是什么？这碗青色是斑斓紫。OK， 等一下我们一样一样来。OK， 来，我们先把。先煮这个，我们一样一样来啊。先煮砂锅，来，把镜头移来这边。砂锅要怎么煮？很多人在煮砂锅的时候会犯上一个，遇到一个问题。遇到什么问题呢？就是砂锅在煮好过后，它会粘在一起。砂锅煮好过后，它会粘在一起。朋友们，等我一下。这么会松翻？怎么松？哪里会？朋友们，钓鱼呢？刚刚有地震，就会。只是你下的时候你要这样抓住吗？哦，麻了紧，你直播了。抓鸡要了。我们可以抓到放了还是什么？对呀、啊。来。我跟你讲我的。我岳母今天要跟你们表演一道菜，叫做做面。可是她的面呢，做了字面积做不出来，结果还是要拿我那做板面的来做。这叫什么漏到满裤？我那天做，她讲我的recipe不对，然后今天她要自己做，结果她跟着那个搅面机的公司的recipe也是一样搅不出来。好，来朋友们，我们先把砂锅煮砂锅最重要一样东西，先煮滚这个水，煮滚这锅水。你要拍，你可以靠近一点拍的。你站在这边，然后你在这边就看得到了。可是会蒙哎，这边。为什么会蒙哎？天花乱哦。好，这样我没有办法帮到你哦。来，我们在这锅水里面加入一小块的冰糖。我们先加入一小块的冰糖煮融它。我用这种速度讲话 OK 吗？还是要我快快的速度？关于也有 plastic 也好啊。来镜头。会挡到你吗？没有关系的，挡到他没有关系。两乱开。来，我们先把冰糖煮融了过后，我们再把这个砂锅。我们再把这砂锅倒进去。林晨姐，帽子要反着戴，比较男人味。什么戴？帽子反戴。反着戴是谁？林晨姐，谁是反着戴？来，然后滚了过后，把它关小，它大概滚一个30秒，关小。关小了过后，我们把拿一个盘给它盖着它，然后我们就这样焖的动作，只需要给它这样焖一焖它，然后放旁边。Wendy 问，那个 Corner Smart Cooker 是不是可以好像气压锅那样用，也可以当那个饭锅？什么来的 ？Corner。啊 ，Corner。Corner 什么？气压锅。分享多多爱心多多，谢谢多多。多多是谁？哎，多多有机会介绍你们认识。已分享粉丝不见了。啊？我的 CEO 谢谢。
请问 Cornell 的 Smart Google 是不是好像气压锅？哎，不是哎， Cornell 的 Smart Google 是 Smart Google 哎， Smart Google 它不是，它没有带 pressure 哦，是吗？ Smart Google 好像是 Rice Google 这样子，它没有带 pressure， OK。Chef Ivan, you look slim down. Slim down 的意思是不是 ？What's that now？ 苗条了是不是？好，来谢谢啊，我苗条了。时间上的关系 ，OK 了，我先煮，把这锅糖水先煮起来。把水我先放水再去煮了，然后另一方面呢，我们就开始来做削皮的动作。来，接过。来，把镜头。来，接过，谢谢。滚这边。你不能这样子哦，你这样子他们看了会晕哦，整个画面晃到不行。好的。就这段哦，原来有两位美女助理，还有一位是谁呀？还很多啊，今天全部来呀、啊，全部都有来。那师傅记得拍照照片。给我那天的炸饭没有给他。对啊，那天的炸饭啊，吃掉了喽。我等一下再做过给你。因为我用那红米啊、哦，拍出来的照片很黑嘞，黑到不行。那我们先把芋头削皮啊，朋友们，先把芋头削皮。然后芋头你们记得啦。啊，刚刚好有芋头，先给你们讲，选芋头呢，这个叫藕行，这个啊、哦、要选收水的，如果蓬蓬啊肥肥的那种，那你们就可以先不选它。如果你们真的是选到那一种，放在家里跨两三天，让它这一个收水，让它开始收水，它的芋头才会松软，明白吗？明白的写明白。哎，丽爽助理等次，所以全部来。那个镜头靠近一点好不好？好，露露走，露走。来，然后记得啊，如果在削芋头的时候，会发现有手痒的人，有想不想知道削芋头？如果手不要痒。有什么方法？叫人家擦。这是其中一个方法啦，还有的。穿手套。啊，这个也是其中一个方法啊！我助理都知道我被瞪了嘛。其实还有多一个。想不想知道？顾二公子顾到瘦了。没有，我都没有瘦，因为我最近在减肥。我生了一个孩子来减肥嘛。芋头自己种的吗？对对对，在旁边，然后。在我家旁边种了8.5块一个，一斤咯，8.5块一斤咯。来，要的写8.5加一。明白，大家明白。来，如果芋头有很多人对芋头会敏感的，那有几个方法你们可以试看的。那其中一个呢，就是没有削的时候，整个放在火上面烤一烤它，稍微烤一烤。然后它就不会这样痒，那如果你要完全不痒的话，就叫别人削。还有另外一个，别人不得空削，还是要自己削，就戴手套削。OK， 明白啊，朋友们。手会痒哎。为什么会痒啊？因为千金手哦。妹不要吃芋头。啊，这个没有吃。砂锅米煮到中间不透明是什么原因 ？OK， 等一下这个一定透的，你跟着我方法去煮，一定透的。OK， 助理镜头放低。好，这样敲给了来。你们抓镜头真的太差了。给了嘞。啊。放盐水，哈？放盐水是什么？放盐水是什么？这样的那个画面有没有比较 OK？这样的画面 OK 啊，我不想，我知道了。灰色蛋太坏了，灰色蛋，然后叫那鸡咬你啊！茶无比高，诚意。茶无比高，
那是养了过后才查。八块半加二。对。伊莲啊。啊？他们俩。伊莲。鲁伊。你的小芋头的刀哪里买的？来，要小芋头的刀可以开始订购了。我的芋头刀 on the way 来这了，这。这把刀不只可以削芋头，你想削什么都可以，削皮也可以。你们如果到时候拿到的时候，等我，因为现在来这啦。如果你们用了过后，第一次用记得手不可以这样擦，因为投下去手皮都会一起削起来的，这是真的。OK， 看一下是谁，要讲我在直播。砂锅要泡水吗？啊？要泡水吗？砂锅？不要不要啊，小丽的不要，小丽的不用啊，朋友们。我这是小丽的砂锅，水是不需要的。OK， 这是有没有很好用？芋头种多久了？这么大力？十个月，芋头是种十个月的。有人拿东西来，在饮料。这样拿去顺记啊。他家在口罩。是啊，这样拿去顺记就好了吗？赶回给他，这样拿去顺记。这样放在顺记。嗯。先夹夹咬芋头先。哈，这不是嘴巴痒？这样就嘴巴痒了嘞，朋友们。嘴巴痒怎么办？嘴巴痒啊，嘴巴痒。嗯，话说要叫一个爱你的人亲你一下，他才不会痒的嘞。没有爱你的人呢？没有爱你的，就找宠物咯。帅哥要讲减肥。帅哥要怎样减肥？帅哥都不需要减肥啊。因为既然可以给人家叫帅哥都不需要剪啊，他就帅，那为什么要剪？是不是问我的减肥？我是讲减肥是吗？所以下午好。想不想知道我的瘦身秘诀？啊，今天跟你们分享我的瘦身秘诀 ，OK？ 想知道的写想，要的写要，有没有很好用，朋友们？我这紫色没呢，它没呢，没呢紫哦。我刚才看是没了没。没水了没？没嘞。剩一粒尔，但是内底上水了就是。剩三粒，剩三粒，晒。我的这芋头哦，好像放到漂白水。啊，不是芋头，我的紫薯放到漂白水，你看白色去，真的是 Oh my God。啊？颜色被你削掉了。哪里？我削掉的是什么呢？不要玩。推销单下午好。下午好啊，朋友们！刚进来的朋友，我们现在在做着补补沙渣，然后现在准备它的配料，然后如果等一下，然后这些料啊，不要问我要放多少 ，OK？ 为什么呢？哎，我觉得这纸板都是这种这样的颜色的。越里面越白的。朋友们，你们买的紫番薯是不是这种颜色的？不是嘞。做白色的嘞？这些不会给啊。马路不会给。红运用的。马路不会。不要跟他自己吃的。我真的不懂事，买到。假版。假的嘞。削刀一支多少钱？还不知道，我们要运了过来，看运费多少才知道哦。要打上 A 加。没有，先不要加，先不要加。你不是讲可以订购？没有，刚是讲那个芋头。这么炒粉会不见了？炒粉不见是因为，我不知道，因为 Facebook 问题。Facebook 那边觉得你不 support Chef Ivan Tan了，没有这样 support 了，他就帮我洗一洗。朋友们，这洗我就不做给你们看，他洗了放在那个白色盘拿来。紫番薯那么大力。对对对。姐你好，下午好。等一下。大力，这个真的很好用啊！这把我用了几年了，我家的全部都是这种。你们看，我以前是用这种，我超爱用这种的。自从我遇上了他，我就只爱他。所以这个，我抛弃旧爱，选择了新欢，这是我的旧爱。林晨玉，芋头圈会难做吗？芋头圈，哎呀，林晨玉 ，sorry 啊，也是答应你们很久。芋头圈，明天呢、啊？不会难做，芋头圈很简单的。
芋头圈应该甜甜圈的嘞。好，我来学看嘞。来，老朋友们，你们在削芋头的时候啊，记得啊，这个东西哦，削薄薄啊，不要，因为你不要直接这样下去，因为最漂亮、最松软的那个芋头，就是在这个地方，这头。那如果这头你把它切到不大黑的话，这样就浪费掉了，明白吗，朋友们？还跟那个玩保龄球那种东西一样。老板，拿那个砧板，把砧板拿来。玛丽每次买紫薯都买到黄色的。啊？紫薯买到？玛丽，你是不是你是不是对颜色有一点模糊？紫薯跟番薯分不清楚，是不是？手痒可以用盐洗手。啊，手痒可以用盐，可以用醋。好嘞，看看，再给你们讲一个做波波渣渣的一个小秘诀。那除非你们讲说你们想要很煮出来很漂亮的，那如果是我啦，我吃波波渣渣嘞，我会是这样的，准备一个盘，然后呢，我们的芋头啊，看来。朋友们，你们看啊，为什么我要用这种方式，而我不要用切？最近来的纸板子都是这样的。哦，应该是 COVID 的问题了，叫我明白了，不是我的问题啊。来，哇，不要乱讲话，什么紫薯中 COVID？ 来，朋友们，知道为什么我要这样子做吗？因为如果我们用这种切法。切出来的那个芋头啊，番薯啊，很奇怪，特别好吃。你们相信我，它特别好吃的，因为好比你这一刀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很多人切做波波渣渣是不是这样子切？是不是？那这样子切出来是漂亮，可是呢，它香味没有这样香的哦。你不要问我为什么。我只能告诉你，因为它细胞壁破裂的不够多。那我们用这种方式。奶奶家有纸板子，要不要 ？OK 了，寄过来了，奶奶。有没有看到朋友们？如果用这种方式切出来的啊，它很奇怪，它会特别的好吃，它会特别的好吃。哇老，这个紫番薯一定是吃白粉的，哎呦喂，看了有点累啊，心累。怎么这样的呢？怎么紫薯会脱色？我的紫薯好像脱色呢。这不是紫薯，是花心薯。哦，这叫花心薯啊。这样吃了全部变花心，这一定是花心的人买的。等我去叫那个买的人检讨一下。我最喜欢糖水。来。因为我的来这帮洗一洗。这个我们就看你们自己要多少了，喜欢吃料多的就放多一点，不喜欢料多的话就不用这样多了。OK。来，因为我买到的很大，然后这些呢，我们就会放下去蒸，不要这样下去滚，直接下去蒸 ，OK， 明白吗？我们把整盘东西放下去蒸就好了。来，镜头跟着过来。来，我们把它盖上去，开上火。蒸一个20分钟。半夜喂奶自然减肥的。对了，半夜喂奶自然就会瘦了。你有喂到奶啊？我没有喂到，不然谁喂？
不然你会太呀，你这样瞧不起我。芋头产妇不可以吃。啊？产妇不可以吃芋头。啊，哎，过龙了。啊，来这边。他的车加太快。来，我们这锅水已经烧开了，烧开水过后，我们把这个冰糖倒下去。那要甜的可以放多一点，不要这样甜可以放少一点。然后把洗干净好的把那液放进去 ，OK。然后我们就这样放它滚。那滚的过程呢，我们可以加一点点的盐巴。记得啊，这时候再煮这糖水。不要，千万千万不要，千万不要把椰浆一起倒进去滚，因为这样会让椰浆的油破掉。椰浆油一破的话，你的那个布布渣渣它就变成布布刷刷 ，OK， 它就变起沙了 ，OK。这板面的这样子会烂的。啊，这个等下我弄，热么样它破掉，会破掉。然后呢？我们就是等它滚融完了，试了味道 OK， 然后我们就放旁边而已，通常煮啦。那我现在我煮嘛，我煮到它融了过后，我把那芋头蒸好，刚才的那煮番薯啊什么芋头蒸好了的那些倒完进去，然后让它再滚。一滚的时候，我就把那个椰浆倒进去，椰浆一倒进去，然后稍微搅拌。关火就完美了，明白吗，朋友们？就腿部上去上面的吗？来，我们来看，刚才有人说，沙锅米，沙锅，为什么会啊？这边我们放它滚呢，就不理它。沙锅你们煮出来是不是这种情况，朋友们？是不是这样的情况？是不是？外面一层透明包着里面。我拿一个黑碗。多了呗，啊，够多了呗。不多了也没事，多了还去见你。哎呀，我找一个深色的碗给你们，你们才看到我的沙锅米的白灯。学到了。你们沙锅米是不是煮到这样子的白灯？平时，啊，是不是呀，朋友们？然后就一直这样，然后再滚一滚，它就阿弥陀佛烂掉了。OK， 这样切比较松，是它也比较香。然后呢，这个呢有两个做法。第一个再去滚，再来焖。比如说我刚才是这样子关着焖嘛，那我再放它去滚，然后我再继续焖，滚一个一分钟加热而已。然后我又继续焖。那因为我等一下要做布布渣渣的，我给它发到这个程度就 OK 了，这个程度就 OK 了。我倒出来，为什么我这样子说呢？因为等一下我们还要进这个汤里面再滚一滚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呢，这程度基本上就 OK， 放它去拱它就可以了。这我要，明白啊？明白啊，大家。蟹刀多少钱？啊？蟹刀多少钱？我还不知道，我要等那个来了先。诶。我要做什么哦？哦，这种这样子切那个食物的钱会保留着。是。来，先把这个木薯粉筛一筛它。不要问我为什么要筛啦，因为阿妈都有筛的，因为筛了出来会有这种东西。然后这些我们就不要它。然后我这个我先放一边 ，OK。哇，朋友们，我才刚刚讲一讲话而已，没有看荧幕，就900多个人了，帮我继续破千，因为我要拿一闪一闪亮晶晶。朋友们，谢谢你们呢。有没有满天找星星？有啊，星星就在我身边呢。来，我们把这一个斑斓蛛先隔出来，记得朋友们。OK， 朋友们，我最近看了一个。很好笑的东西，那我就不讲了。我就去看他们用斑斓蛛来做柜，可是做了那个柜呢不轻哦，他们就加了青色素下去。想不想知道斑斓蛛做柜要怎样让那个柜更加的绿？想不想？想的写想。啊，干乎来了啊！
花心酥很好吃。这样花心的人做不好嘞？哎呀，做这世界这样不公平啊嘞！花心酥，你买了是不是？安迪很喜欢花心酥，可是却不喜欢他的女婿花心，怎么嘞？不是讲完，你们不要误会。来，朋友们，想知道吗？想嘞，想嘞 ，OK。啊，我就不要给你们讲，破一千的，破千二的时候，我跟你们讲，来分享。豪杰还没过，还没过。豪杰还没有啊，先分享。千二个人，我跟你们讲，啊，因为啊，我们在用这，在搅着这个斑斓的时候，它是绿色嘛，对不对？你看，这是绿色嘛，可是我们加去粉那边，它就变成浅绿，它没有办法变深绿色，对不对？来，我想问你们，想不想知道？我的龟做出来为什么还是深绿色？想的，请你们帮我分享到前二人，我就要揭晓我的这个小秘密了。想，全部都想。哎，还有一样东西，朋友们，我这个啊，因为我的手皮是粗到好像牛这样啊，你们尽量就戴手套去挤它，因为斑斓痣你这样挤的话，那个手会痒的啊，除非你的手皮跟我一样啊，不是跟牛一样啊，就 OK。我跟你讲，我第一次啊做这个斑斓痣的时候啊，我不知道啊，这样子用手一直下去搅它挤它，一千人了，哇，挤到爽爽，结果我的肩对一做好的时候，我的手奇痒无比啊，痒到真的爱被救护啊。今天教伯伯恰恰跟那个豪杰啊，是什么水？这个是什么水？这个是斑斓水。不是啊，那个一个木啊，捡的没？你刚应该是你刚刚啊，捡水，那没有人谁讲的，把他拉黑。我要等前二个人才讲，为什么你这样快讲？哎呀，谁讲的？赖丁啊，你这样太不好了，看破不说破。哎呀，看我不能破前二个人呢、哦。对了，我们就是加碱水，只要我们在搅那个斑斓叶的时候，我们斑斓叶要搅嘛，要不然我们是不是要加一点水下去？然后加了水过后，只需要滴几滴，一到两滴的那个碱水下去就 OK 了。什么叫碱水？绑碱水中用的那个碱水，一个木一个剑那个碱水。给你们来，广告时间进来，遮住他的麦头。哎，刚刚有人写啊，阿姨。不要给他看，这样子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这个碱水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拜拜。一点一 K。来，开玩笑啦，开玩笑。多多少人，我也是会跟你们分享我的秘诀的啦。到我想教出来的时候，我就是。毫不保留的啦。那时候师傅讲粉的分量跟河水的多少？哦，等一下，我的秤拿来，我称一下，我也不知道嘞，奶奶。对，称嘞。也称在下面。还是拿进去。来。原来我也是牛皮手。啊？原来我是牛皮手。啊、哦，也是有人是跟我一样。手会痒。对对对，手会痒。是的，是的，真的，真的，对的，对的。好的，好的。放冰箱隔夜天冷冻要它的精华，放隔天冷冻。OK， 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有粉丝说，我们这样搅好了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放进冰箱，它就会沉淀，因为我们有加水嘛，沉淀然后上面那层就是透明的，就是水来的，把上面那层倒掉，只拿它下面那一层，那它就很绿了。意思是不是这样子，粉丝？谢谢分享，哇，分享到全世界。OK， 那既然如果你们能够隔的话，隔两次都 OK， 不需要这边。好嘞，水的分量有多少啊？我手弄到辣椒怎样洗？手弄到辣椒砍断它就不辣了。手弄到辣椒用白醋跟盐去洗，装弄一点盐，然后倒白醋，然后这样去搓它。洗了过后，你这样搓，先搓，搓了就去洗水，洗了水再放肥皂，再搓多一次，再洗，啊，就不辣了。
OK， 不是完全不拉辣，还是会拉辣，最少减掉80%啊。可以叫别人帮你切。戴手套也可以啊。来，那个水一百，这个斑斓鸡180 gram。不要移过来。来，把镜头，哎，忘记给你 ，sorry。倒回来，倒回上。我倒回上来给你。来，朋友们，把这个斑斓鸡倒进来，锅里面开火了，煮滚它。不可以浇煎堆。煎堆啊，哇，煎堆很多工嘞，朋友们。煎堆直接去买了。直接买比较方便。直接买真的，哇，我给你便宜。毛巾，毛巾我慢来。没有，这个是我的。来，粉250 gram， 娜娜粉250 gram， 然后斑斓鸡刚才讲是180啊。助理帮忙问下材料分量。娜娜。嗯。有啊有啊，娜娜，刚刚讲了，那鸡是180。然后这个粉是250，然后记得、啊，那镜头，我老助理，镜头不要这样懒惰，煮它滚啊，给它滚滚，把这粉倒下去，然后不要一次过倒完，这样子，朋友们，啊 ，Chef Ivan， 蛋可以教做传统煎水果吗？鸡水果啊，是不是福建人的那个赶水沟？鸡鸭鸡，鸡鸭鸡，是不是鸡鸭鸡？是的，写是。鸡鸭鸡可以啊。帅哥，老板要去哪里买碱水？朋友们，哦，碱水去哪里买啊？杂货店。杂货店，不要找新主意啊！要东坡肉啊，要三拜啊，可以找新主意，进一个广告。其实大师傅还有一个方法可以，你可以教呀，给他破2000。什么方法？我脱衣吗？可以这样，什么方法？来，朋友们，这种方式有没有看到？哇，这个一看就知道 Q 了。因为我的这个做法跟传统的有一点不一样，传统阿妈的做法它就是煮滚了那个水，冲去那个粉。那我的做法呢，就是煮滚了那个水，然后把粉冲进水里面，然后你看，等一下一看就知道很好吃。帅厨神，假如放一点盐下去，那斑斓绿色会不会比较绿色呀？会比较绿。来，朋友们有没有看到面团好了，放进来。再去搞。好、哦，你看助理极好，直接知道我热了，给我冒汗。他知道每次我会做粉呢、啊，我就开始紧张了。我一紧张我就冒汗。他直接拿那个给我。就像芋泥一样，直接买就好啦。对呀、啊。可是煎堆我没有卖哦，可是我煎堆很好吃哦，有机会我请你们吃咯。师傅不要180。180是什么？不懂，而且不要180。哦，你的那个，你讲那个粉是哪180？没有，水，斑斓鸡180，有放木薯粉透明的。那可以教大头菜怎样洗吗？谢谢。大头菜，去看回我的那个芋头扣肉那边有教，朋友们这个很烧啊，真的很烧 ，OK。请问用什么粉？木薯粉。这一个是木薯粉，大紫红木薯粉。是否开小火？啊，给他不是开小火啊，给他就是滚了过后粉倒进去，然后继续搅拌，它就成这种团了的，有没有看到？它就成这种团，它成了这个团呢，我们就可以做我们要的粉蒸了的。木薯粉按摩教你。啊、Tropicana Starch 包肉中可以放碱水吗？不是 Tropicana Sorry Tapioca Starch Sorry Tapioca Starch Sorry 啊，
我阿嬷不是很厉害啦，那他 piokka start， OK。包肉粽可以放碱水吗？包肉粽不可以啦，包肉粽不要放碱水，为什么要放碱水呢？因为不要给它粘皮，是不是？有放木薯粉粒，透明的。木薯粉粒是什么？木薯粉粒是什么东西来的？可不可以跟我讲什么是木薯粉粒？新竹艺懒人包好吃。谢谢新竹艺懒人包万岁。来，最近没有接到你的通知，原来小铃铛关掉了。嗨呀，谁？苏生 Lily SC。苏生 Lily SC 啊，赶快开回。来，这个你们要它 Q 一点是不是？然后你们就一直这样去挪它。Margaret Wong 叫你教他们做尖对。尖对 Margaret Wong， 尖对啊，伤害苏萨罗。不是我不要教，很麻烦。千二人了，大家在大大力耶！千二人，我要公开我的这个简啊不，我的那个板蛋字的做法了。板蛋字里面就加了一点的那个碱水，它出来的搅的时候加一点碱水，你看出来有没有很绿？哎，我答应你们的，一定做得到的。沙姑就改下子喽。啊！沙锅沙锅，啊，虾锅虾锅鱼啦。万能粉好。万能粉很好，超级好的，朋友们。来，我们就是一直这样加水，一直这样搓，一直加水。哎呦，我水加太多了 ，sorry。加一点啊，不要加多多啊，朋友们。以前的木薯粉色不成形粒。啊！他写以前的木薯粉色不成形粒的粉，你放碱水吗？不是 ，OK， 我们的斑斓叶剪了过后，放进 blender 的杯里面，然后就加入适量的水，因为我们要搅它嘛。在搅之前滴两三滴的那碱水下去，它就会绿了，它就变得很翠绿，然后这个绿呢会非常非常的漂亮。啊，这个是我在比赛的时候，那个欢喜板豆啊，不，欢喜厨神的时候，那个灭绝师太教我的，那妹姨教我的。Mandy 料，辞进来现在做什么？现在在做这薯粉柜。可以教安顺猪肠粉吗？安顺猪肠粉呢？看咯，看你们有没有人要帮我分享大大力咯。安顺猪肠粉可以呀、啊、OK 啦。庸医妹，粽子要怎样不粘液？ OK， 油要够。粽子你们不要担心在炒米的时候油放太多，敢放，你的油放不够它一定粘液的。平时当然政府了事呀、啊，我的岳母讲啦，要抓他，不要抓我。硼砂沙来了，以前人是放一点那个硼砂，那可是呢，这个也可以放硼砂，只是现在硼砂是禁药，所以就不能放了，所以呢，现在就没有放硼砂了，明白吗？哦，妹香。妹酱蛋糕啊，斑斓叶要加碱水可以拿来做蛋糕吗？哦，妹酱你先试一试，试好可不可以？你跟我讲好不好？因为做蛋糕真的不是我的专业嘞，我做蛋糕都一直给你们笑的人，你还跑来问我做蛋糕？请阿公出来做，教做剪堆。阿公不会做剪堆嘞，阿公往哪要？不要，阿公要不会。啊，阿公会买煎堆，可是我煎堆真的很好吃的。有机会哈、啊，来我再进一个广告。真的开封过后，然后疫情全部稳定了，你们家里呀、啊，要嫁女儿，要娶媳妇，要翻桃家，还是要娶小三呢、啊？啊，做满月宴会啊，都可以找我啊。娶小三？对啊，小三不可以的吗？可以啊。
然后你们的厨神就会带小助理去给你们见识一下。啊，你们可以找我们啊。OK， 就做到这样子就对了。请问一下，娘儿粽怎样做？娘儿粽啊，我老现在都已经过了才来问。就是这样子爆了 ，OK。加冷水还是加热水？加冷水，加的时候慢慢加冷水，然后就是一直这样搓它。又有大老鼠走过了。那不是老鼠来的，阿布雷来的。他们那是阿布雷。我也想学煎的，因为我住外国，没有得吃。来。我捏一点手粉先，看到没？然后要准备一些手粉啊，弄到这样的杯凳的时候，我们弄一点手粉。师傅做煎堆放什么粉？可分享食谱吗？放什么粉？有放沾米粉，有放加工粉，你要都可以，两个都有。如果兰花可以加碱，你们要做煎堆啊，你用那个阿公的米苔木也可以嘞。米苔木的精粮也可以哦。如果兰花可以加碱水，颜色会更深。兰花 ，OK， 我下次试看兰花。为什么扳担子嚼后水会苦的？哈？不懂哎，这么会苦的咩？来，朋友们，我们把它压一点手粉了过后，它就变成这个白凳。它变了这个白凳是不是？下午好，我现在没时间看，但分享和会看回重播。啊、OK。谢谢，来切上自己要的大小 ，OK。我们来拉它，然后冒装水。第一次看 Chef 戴帽子，很年轻，很好看。OK 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我的直播就一直戴帽子了的了，因为我头发真的太长了，长到我有点闭塞。你们知道什么叫闭塞吗？闭塞叫 Big Check。请问粽子叶不会变色？啊？粽子叶不会变色是什么意思？来，朋友们，就这样子哦。然后你们可以切上自己要的大小，然后这个龟我最喜欢吃这种，你们不要切到太，不要把它弄到太薄，弄到它差不多这样厚 ，OK， 不要弄到太薄，然后不要太厚了。然后我喜欢吃它的原因是，我们煮了哈，在吃婆婆家炸的时候啊，你咬到这个薯粉膏的时候啊，一咬下去开始是 QQ 的，再咬多一口会。一声，哇，那打一声是 very 打工，你会感觉整个世界都是美好的，天依然是那么的蓝，云依然是那么的白，海浪依然是那么的冲，就这样子。碱水粽，啊？喝的水还是？没有，随便给。碱水粽会粘在粽子叶，要怎样不会粘在粘叶子？你的碱水粽没有放到油。包碱水粽的时候，在包之前那个米放一汤匙的那个油下去，看你的糯米包多少，它就不会粘了。那、啊、大力分享哦，很久没听到小帅哥的声音。小帅哥就睡觉了喽。切一下麻烦。可是蛋，以前我不会做这个木薯，不薯粉的。刚开始学做时，500g 的薯粉用到完，也做不成，想想都好笑。啊，灰色蛋，为什么你做不成？因为你还没有认识到我。你认识到我过后，250g 的粉都已经做得成了的。认识我，是非常非常的好的一件事情。师傅，以前的人用木薯粉搓成团，搓成。木薯粉粒，现在又学到师傅的方法了。对，因为那个啊，很，你弄到了很闭塞嘞，真的会很闭塞的嘞。
对不起，第一次看到你的视频，请问你们是住在哪里？我住在你心里。住在家里。我们住在霹雳，下霹雳。班港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地方啦、安顺再下来，来朋友们，这个时候如果这样子，这个鸡扒拿去炸，它就很松脆。绿色的鸡扒。有没有像鸡扒？绿色的。绿色的鸡扒。它是被绿了吗？被绿了。兰花放点醋就可以了。好，兰花放我跟你讲啊，朋友们，我喜欢做直播是为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我可以跟你们很多互动。你看，我又学到了，兰花放醋颜色会加深。可是兰花放醋颜色加深了，那个味道不会一点酸酸底吗？你是不是要讲？叫你放一点，又没有见放到完了。太老的板嫩叶会苦。又打我倒错。你好个这块，来朋友们。还是写太老的板嫩叶会苦。哦，啊板嫩叶，你看，来看我直播是有好处的，你看里面都是高手哦。那些师傅呢？你是这样切？不然呢？蛋黄球呢？你主要讲碎碎裂啊？碎碎裂就好切。来，朋友们，来，镜头回来这边，我们扫一扫。那些食谱，我要写用菜刀切。哎呀，楠楠，你要用什么切也可以了。来，哎，停住。这个做法有点像芋圆，对吗？啊，对对对，芋圆这样子做也是 very 特工啊， very 特工 and very nice, very good 啊。可以加我在分享群吗？可以啊，你请求好不好？谁？然后可是要有分享过我的直播，分享我的作品啊。有，还有分享。然后啊，分享了过后，管理员他们会审核的。去看你的主页，要记得是公开分享啊，不然呢，管理员他们没有办法审核让你们进来，就真的很不好意思。然后朋友们，记得我的食谱，我教的菜，你们做的时候不要单单分享在你们的那个分享，不要单只单单分享在 Chef Ivan Tan 的艾文厨房交流群，分享在你们个人主页 Tag Chef Ivan Tan 好不好？做好饭啊，这样你的朋友才知道我的存在，这样我才更有动力，更多人知道我有在教这些传统菜色。做好放冰箱可以吗？哎，不能呢。我不知道嘞，手里啊不是不能，我不知道，因为哦，你做了放冰箱，它不是会硬掉咯？我觉得没有很什么嘞。然后因为我遇到有很多粉丝，他们就是会问我食谱，可是当我去回答他们了过后，我去看他们的主页，他们不是没有分享我的直播，连我的食谱都没有分享。却一直在分享这其他人的食谱，跟那些我老哎，我也是不会叫你们去问那个其他人咯，不要问我咯，我是个性够力啊。哎呀，半港的马来语是叫什么？不但门林蛋，森林。师傅，我是做一条条然后切。啊，可以做一条条啊，你们可以做一条条。做红色可以吗？可以，做红色可以。就是这段写是啦，感恩认识到陈师傅。哎，我的那个，来。青色可以放柠檬水。啊？他写青色可以放柠檬水。什么嘞？做放柠檬水耶。青色放柠檬。